这些罕见枪弹很有趣，外形凶猛却不是用来杀敌，你见过吗？这些罕见枪弹很有趣，外形凶猛却不是用来杀敌，你见过吗？说到枪支弹药，很多人脑海中都会浮想起他们射击时火力威猛、精准强大的场面。但是有些枪弹射起来在战场上却不是用来杀敌的，这就叫人大开眼界了。一 ,ESK-2000 B 航空照相枪，这是二战时德国蔡司出品的航空照相枪，看起来是不是很凶猛，像是鱼雷或者炸弹似的，有时还会安装在靠近驾驶舱的飞机机翼上，可就更像要投放出去的武器了。不过这款照相枪内置了一个带有十字线网线的瞄准管，军用产品嘛，质量也是刚刚的。二 ,MG-15 航空照相枪，这款照相枪是德国二战期间使用的，枪身前部的位置为镜头，安式弹链壳内则用来盛放胶片，看起来真的很像一款威力强大的冲锋枪。三，海色型旋转照相枪，这款照相枪是日本的六鹰社设计制造的，专用于观察射击目标的效果。枪身装有圆柱形弹弧，还可以安装在回旋枪架上使用。由于是仿制英国海瑟式照相枪，日本人前粹称之为海瑟型。你还知道哪些有趣的军用枪弹了？